他在讲过去，他说让我到清水去读小学是好的，因为如果在大甲的话，所有人都知道说他的爸爸妈妈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是听不见的话，会吗？不知道。角色都在折磨我，装疯卖傻一直是我的强项，所以我只要就是我把苦丢到角色里，我就不苦了。我是独生女，然后我的爸爸妈妈是听障，所以我从小就被送到我的外公外婆家，所以我等于有两个爸爸两个妈妈。只要我的爸爸妈妈来把我拎回去的时候，去到那个家是完全安静，没有任何声音，顶多就是脚步声啪啪啪啪啪，因为听不到的人那个动作特别大。我妈关门啪啪啪啪，拿个碗盘啪，为什么那么吵？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次，因为爸爸要来把我带回大甲，然后爸爸来他就会吹海螺声，我听到我就觉得哇，来跟我玩的人来了，然后我也不知道那是爸爸嘛，就是来，然后玩得好开心哦。他就把我抱着往公路局车站去，我发现不对劲，一到了公路局车站，那我在哭哭的稀里哗稀里哗稀里哗的，他就是手足无措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只好又把我抱再抱回阿妈家。我就目送我的爸爸就是往公路局车站的方向，他就回头跟我摇摇手，然后我就又要去你了，然后但是我对于那个背影好熟悉。懂事以后开始会感念父母恩的时候，你就感觉哦天哪，好不孝哦。因为我的监护人是阿公的名字嘛，但是我妈妈很爱去学校看我，她也加入我的学校生活，但是你知道她去就就很不想出去，因为人家来都是宛如大宝，大宝，二宝，然后就开开心心的，便当来咯，那不是，你就会，就很担心同学怎么看我，我会拉到旁边，不要，就叫他不要叫，或是说你站着我就看到你就好了，但是你不要一直，就我很怕叽叽叫的声音，直到有一次我生日。我邀请同学到我们家来，然后我妈就买个蛋糕来，同学会开始问说怎么跟你妈妈讲话，我就说好，你好是这样子，谢谢是这个。那一刻我终于懂得，原来要接受同学的认同其实一点都不难。我回溯过去，就是我妈生病这件事情真的才让我一个人生成长的大要紧，因为脑部手术嘛，然后他要进加护病房的时候，我看着他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天哪，这是一个跟我生命如此紧密连接的人。然后我在那一刻才发现，然后我很用自己的雷达告诉他说你会好起来，然后我觉得他也用他的眼神，放空的眼神穿透我，告诉我说他会好起来。那时候的外科医师就打电话跟我说你要不要做气切，我就说好，那就是为他做了那个决定之后，我觉得让他多受苦了很久。他出院那天好不容易出院，然后跟他聊天聊了很多，然后才上去要洗澡，我们外佣就在楼下叫我说小姐小姐，然后冲下来，我妈整个脸就翻黑，然后血从气切洞喷出来，然后他是我说我要死掉了，我就赶快拿电话，然后去找对面刚好有个看护，请他来帮我，他就坐到我妈后面一直帮他按压，
然后我一边打电话叫救护车，可是叫来的时候已经超过五分钟了，所以他整个都泛黑了。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阴影，为什么老天爷要这样安排？如果那天不是我去接他出院，如果不是外佣在那里叫，如果我不在的话，我妈可能就这样就走了，她走了她就不用再多受这三年的苦，所以是有内疚的。但是我得自己承受这些。我上病房的时候遇到一个弟弟，他也是气切的，他才20岁，我就看着他坐在轮椅上，然后有气切，然后两眼放空，口水一直滴一直滴一直滴，我就说我可以跟你说说话吗？然后他就没有反应，然后刚好放到林宥嘉，我说哎，我喜欢林宥嘉，他就突然有反应，我说来跟着我的双手伸起你的右手，他就真的砰就起来了，哎，他开关打开了，我说太棒了，一起欢呼嘿。之后我只要有做医院志工，我就是陆续去看他，到最后他会说师姐我爱你，我觉得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祝福。我也在那一刻，我自己的心跟缺憾跟愧疚，我觉得我有被慢慢抚平，就是跟他这个历程我在疗伤我自己，我到这半年我才敢讲这件事。那现在身边剩下爸爸了，你有更珍惜吗？我没有，没有，他一直很好，我就觉得说谢谢老天爷，还好带走的是我妈，如果带走的是我爸，我妈就会很黏我，我爸可以把自己照顾得很好。他现在问你的是现在2019年，现在你要送我什么？一栋房子。对对对对对。你根本没有钱。我问他第三个问题。对对对对。你有为女儿画过画？有有有有有吧。小时候吗？还是现在？有有吗？你记得有？我记得那个高中，高中，你帮我那个，他帮我画了素描，然后拿回去给同学看。很早他的照片就被登在报纸上，说他是残而不废，长很大，我就说那不是残而不废，因为我觉得我爸没有残障。